All right, y'all. So right now, I'm going to check out the rematch of Bo Cao versus the Shaolin fighter, which is Yi Long. All right, so let's go straight for it. 台山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武林风世纪之战二一龙对阵播球的这场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登霄，和我搭档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著名的搏击评论员阿西周汝推广人王二番战。没错，没错，在赛前，一龙是以静的方式在备战着整个正常的比赛，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调整时间，我们会看到两位王者给我们带来的比赛表现。是，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风格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运蓄能量、调整状态。所以说，让我们也期待着这场世纪之战的二番战，能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在赛前呢，又出现了一龙的后手拳，低扫，又一次低扫。播球上来之后，还是依然的从容。哇！转身的后板拳打空了。这几拳每一拳都暗藏杀机啊，整的博球的腿法呢，在全世界这个级别里都是非常强悍。是一龙的连续组合拳，博球呢在这个满月邦拉战的这个声音中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一龙这场比赛也面临着自己从技术到心态的一种蜕变。Yo, would that have been a haymaker right there? That looked like that could have been. 变是。其实，在我们兵法当中啊，孙子兵法当中有四个字叫“风林火山”。没错，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一龙和播球。一龙奇徐如林，不动如山。哇，后拳前后的打击。现在我们看到的，对我们的看到的播球，真的就是侵略如火，气势如风。没错，播球，一龙还了几拳，播球顶膝没成功。扫踢顶膝，要知道虽然是泰选手，播球对这个规则可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对， I don't know if it's just me, but I mean Shaolin Monk, he's going straight in for it again, but he looks a little more reserved. He doesn't look as you know, as stable as he was in the first round, maybe because he knows what Bo Cao is capable of. I don't know, but let's see. I could be wrong. Always, I could always be wrong. 我们从一龙的眼神当中呢，也看到那份坚定，也看到那个胜利的渴望。博球现在在躲一龙的前手的摆拳，做一个左侧的侧闪再进攻。看来赛前做了大量的研究。一龙还想做这种前摆拳解后手的边拳，没成功。我就扫踢，换腿。That was where he doesn't look as confident as he did the first round. I don't know, maybe because you know it was filled with mysteriousness of him being you know the first fight, but second fight looks like they're well acquainted and 左球后手后直前摆，下面踢一个平衡中段扫踢。顶膝。But obviously, he's still a threat to Bo Ca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 way that he's moving back and forth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Bo Cao knows that he's a threat, so he can't take him lightly, obviously. 一龙这场比赛没有出现上一场比赛一上来就发全力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应该说呢，上一场比赛，一龙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运蓄的力量呢，然后一个猛烈的爆发。没错。但是经过一年的沉淀，我们看两位选手呢，都对比赛的节奏的把握的很稳，更加稳定一些。是，刚才播球有一个推一龙的这个情况，也被哇！刚才张继刚老师也是警告了一下播球，是一龙后摆拳没打到，距离不够，小腿打死，记住后手拳顶膝，小心一龙要小心播球了、有联系的情况，有联系的情况。我们看比赛十秒钟，是进入到近距离之后呢，播球的整个的顶膝，他的头表现得非常好，在压哨的这一拳，左手尾拳，
很清晰。那么在第一回合播球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是准确度很高。Like I said, wasn't very confident round for Yi Long. I think Boca took that one. 而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翼龙，对于波球，两个人在技术上的考量，我觉得不用多说。没错，更多的是心态和情绪的调整。是的，是的。在这个如果说一定要用数据或者硬件来说话，那波球的相对硬件会更好一些。是的，数据会更好一些。第二回合，这一回合一定是一个局点的抢夺回合。先到，看国球教练团队也在抓紧时间，没错，国球做着这个整个的放松和伸展的运动。进入第二回合，刚才一龙的整个休整的状态是这种，还是以静来克制自己的心态？对，哇，这个飞膝躲开了，扫踢，低位的扫砍，在世纪之战一的时候，一龙的这个低位的扫砍达到了不错的效果。是因为一龙的这个也是他的特色，这个如果在这个少林功夫当中呢，叫做铁扫帚功，哎，没错，在我们的搏击里面呢，叫做这个扫踢。刚才的擂台上有施华进行了处理。啊，刚才张定刚老师是及时注视了两方的进攻。对，刚才一龙的摆拳，国球正蹬，扫踢，一龙换了一个前刺，前后手的连击，后手连击，国球顶膝，双方换拳，右手拳，左腿扫，正蹬，哇，这个技术的含量很高啊。是。国球又有一个这个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这样的话呢，还是有效地破坏了一龙的这个节奏。是的，比赛继续啊，波球一个地位的打斧顶膝中段扫踢，一龙的前刺中段扫踢，好顶膝。刚才那张庭老师还是制止了哦，波球呢趁机偷了一腿，哎，这个没有必要。嗯，敌人扫砍，刚才波球想用一个转身的反背拳，但是距离不够。啊，玉龙继续用低位的扫腿，后摆拳。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从精神到生理上的一个震撼。是，其实刚才哦，又来了，又一次。虽然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允许，但不允许分数，但是不计分。对，波球应该后摆拳。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从精神到生理上的一个震撼。是，其实刚才哦，又来了，又一次的摔，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允许的，是允许的，但是不计分。对，波球应该说连续用这样的方式呢，打乱一龙的节奏。是，其实一龙反而是一个不太在意节奏的选手。对，经常会以这种不同的节奏来对攻。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兵法当中风林火山，后面还有两句，一个呢叫做这个动如雷霆，还有一个呢其难如金。是，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选手的运用啊方式啊，让对手很难琢磨。是的，一龙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没错，在澳大利亚站的比赛里边，一龙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接腿一扫，啊，有两次发力了。场上裁判，因为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裁判的起步非常的严。对，国球的这种顶膝，两个人换拳，后摆拳，前摆拳，国球的后摆，哦，击中了一龙头部，一龙的右手摆拳也击中了，前刺，前刺，击中内围，国球的顶膝，哇，这是第二回合的表现，哦，简直。不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啊！双方把自己武器库里的武器一样一样的全都拎出来了。好，观众朋友们，在众所期待下，常规意义上的最终局马上就要出现了。前两局两位呢打得非常的焦灼，比赛呢也是相当的精彩。这场比赛真的是，对，正如刚才王一博老师说到的，把自己
兵器库里的所有能用的兵器全部拿出来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两位选手来说已经不是胜负那么简单了，对，已经是两位选手一次对于市场，对于整个市场需求、两人需求以及整个的武术精神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档次。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不忘初心，没错。对于搏击选手来说，他们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胜利，就是荣誉，没错。这场比赛是播球需要的，是一龙需要的，是整个武林风和所有的观众需要的一场比赛。我需要一个真正的最终的对决。正像赛季不多啊，对，重击不多。因为其实呢，正如刚才播球说到的，可能以前对于一龙他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多，哎，在战术上可能会布置的有一些问题，但这一场我们看到两位都对对手有着足够的重视、了解和尊重。是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宣传，这场比赛可以说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充分的准备时间。好，一龙，其实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能仔细观察的话，我真的要到，我真的建议各位看一看一龙的眼神，这个带摔没有意义。哼，我们在张铁康老师多次的在给播球告知啊，扫踢腿没打到，一龙现在整个的眼神气场变了，是，这眼神当中有对胜利的渴望，没错，有对信念的坚定，是的。播球在目前为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还没有失败过，对，所以这场比赛到底是一龙扳回一局，还是播球延续自己胜利的荣耀呢？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胜负，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整个赛事这9分钟的本身。对，站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代表着舞者的荣耀，是代表着舞者的坚守。扫踢，接对摔没挡，扫踢，前刺顶膝，还是播球延续自己胜利的荣耀呢？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胜负，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整个赛事这9分钟的本身。对，站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代表着舞者的荣耀，是代表着舞者的坚守。扫踢，接对摔没挡，扫踢，前刺顶膝，足球这场确实打的是比较稳，没错啊，之前二踢腿，足球的后摆拳，前摆拳顶膝，两个人的动作都会在瞬间输出，是，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对于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来说，对于机会的把握、时机的把握、位置距离的把握都要求是极高的。播球的这个右侧的摇臂啊，极大的克制了一龙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对，和双方的这个相生相克。我们看又一次又躲开了，在赛前肯定做了大量相对相关的训练。是，裁判警告的一龙不可以进行搂抱消极，最后的10秒钟，一龙扫踢，连续的最后是连击。啊！这场比赛短短的时间内，常规局已经结束了。是，我们很难判断两位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10000的观众。当然，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有来自全球的众多的搏击爱好者。29-28，三号裁判29-28，我们祝贺一龙胜利。祝贺。Yeah, looks like Yi Long won that one. Congratulations to him. I thought Bo Kai would have taken that one, honestly. Let's go through some of these comments real quick.Now, maybe there was bias, you know, judgment. Maybe there wasn't. But I think the reason why they kept stopping
was because of rules, fight rules. It's probably just a standard why he kept stopping. It looks like it was on both ends too, not just on, you know, the other end. But hey, maybe the judgment was wrong.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Bocar won. If it was a closer fight, it w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one, I think, other than the rematch, honestly. So yeah, thanks for tuning in, guys. Let me know what you want me to see. Comment below, anything like that. Y'all, an artist yourself, and you want me to check you out? Shit, drop a link, man.